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阅读活动图书以及吉视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欢迎您通过吉视网以及吉视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今天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啊，我省将迎来一次大降温。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省内大部分城市和地区最高温在12到15摄氏度之间，最低温在1度到7度之间。长春阵雨转多云，最高温14度，最低温4度。另外，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北风，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气温骤降，提醒您要及时增添衣物。好，了解天气，我们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开通国务院互联网加督查平台，面向社会征集4个方面问题线索或意见建议。世界读书日，全国多地推出多种活动，让人们尽情品味书香。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出台，并将于5月1号起施行。2000多只白头鹤陆续飞临9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规模之大，在吉林省尚属首次。国际方面，斯里兰卡官方表示，此前发生的连环爆炸袭击与本土的极端组织有关。纽约时报披露，波音工厂存在监管不力的情况，造成波音787客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为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便捷高效回应群众关切，减轻基层负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开通国务院互联网加督查平台，面向社会征集4个方面问题线索或意见建议。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面向社会征集4个方面的问题线索或意见建议，包括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二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索；三是因政策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给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四是改进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目前啊，国办督查室正在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对群众啊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析，对涉及政策不落实的重大问题线索，国办督查室将在第一时间派员赴实地督查，经查证属实的典型问题将予以公开曝光，严肃处理。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国务院互联网加督查平台，将有效整合督查力量和信息资源，逐步实现督查线索网上实时收集、云端智能分析、线上分类处理、线下督查整改，形成统筹、规范、便捷、高效的常态化督查新格局。督查呢，就是抓落实，解决啊这个企业和群众关心的啊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啊，同时呢，也要切实减轻基层的负担，避免重复多头的督查。企业和群众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或下载国务院客户端，进入国务院互联网加督查专栏，也可以关注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进入国务院互联网加督查小程序，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提出建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案，对被告人王晓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以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7千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7350万元。对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17年，被告人王晓光先后利用担任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政府区长、中共贵阳市乌当区委书记、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贵阳市委常委、秘书长、中共遵义市委副书记、遵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市长、中共六盘水市委书记、中共遵义市委书记及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揽政府工程、项目开发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近亲属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870万余元。1999年至2000年，被告人王晓光利用担任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上的便利，虚构项目，违规获取15.11亩荒坡地的土地使用权预登记，后采取由政府下属单位先回购再出让给其他公司的违规手段，非法占有乌当区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用人民币480万余元。2009年8月至2016年2月，被告人王晓光利用其职务便利、工作关系、知悉或从他人处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直接或指使其亲属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4.9亿余元，盈利共计人民币1.6亿余元。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晓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和内幕交易罪。鉴于王晓光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贪污犯罪事实和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其贪污罪构成自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贪污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受贿罪和内幕交易罪予以从轻处罚，对贪污罪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22号，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过广东省深圳市两级纪委监委和公安机关扎实工作，红通人员梁泽宁被新加坡执法部门遣返回中国。梁泽宁1965年5月出生，深圳市田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原董事长，涉嫌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2015年9月，梁泽宁逃往新加坡。2015年11月，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对梁泽宁立案侦查。2016年3月，国际刑警组织对梁泽宁发布红色通缉令。近日，新加坡执法部门将梁泽宁抓获，并决定依法予以遣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因你涉嫌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现依法对你执行逮捕。中央追逃办负责人指出，梁泽宁涉案金额巨大，是侵害群众利益的基层腐败典型案例，此类案件是当前追逃追赃工作重点之一。此次中兴执法合作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追逃追赃的成功实践，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各国执法机构的合作，通过引渡、遣返等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将外逃人员缉拿归案。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新闻发布会，1到3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24万人，同比基本持平，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开局良好。人社部表示，一季度就业主要指标运行均在合理区间，1到3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24万人，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的29%。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一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67%，均低于预期控制目标。同时，劳动力市场有回旋余地，一季度100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求人倍率是1.28，同比环比均有所上升，这表明市场岗位数量略多于求职人数，重点群体的就业也保持平稳。3月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是1.77亿人，同比增加了210万人。1到3月份，失业人员再就业117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39万人，均快于持续进度。
国家卫健委日前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力争实现到2020年贫困地区每个乡镇卫生院有一名全科医生的目标。通知要求强化县医院与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建立人员双向交流机制，推行基层人才县管乡用、乡管村用，推进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推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贫困县医院工作，城市二级及以上医院医师晋升高级职称前需到基层服务一年，做好农村订单医学生培养工作，落实定向医学生编制、岗位和待遇，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人才培养，支持引导在岗执业医师参加转岗培训，注册从事全科医疗工作。为让贫困地区卫生健康人才留得下、干得好，通知要求提升全科医生工资水平，使其与当地县区级公立医院同等条件临床医师工资水平相衔接，取得中级职称后，在贫困县农村连续工作满10年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经职称评审委员会考核认定，可直接取得副高级职称，但原则上只限定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聘任。22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通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的活动情况，同时发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工人先锋号评选揭晓。1584名先进个人、单位以及基层班组获得荣誉称号。今年评选全国五一劳动奖状92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695个，全国工人先锋号797个。评选继续秉承坚持面向基层一线，重点向产业工人倾斜。在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先进个人中，产业工人有280名，占40.3%，高出规定比例5.3个百分点。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179名，占25.8%，高出规定比例5.8个百分点。科教人员145名，占20.9%，高出规定比例0.9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工先进代表获奖高于往届。今年是农民工这个获奖呢，这个首次过百，达到了104人。今年的比例达到了15.0%。我们还要将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把一大批这个优秀的农民工通过这种机制把它选输出来。评选过程中进一步加大面向基层、面向生产一线，全国工人先锋号797个，有基层班组639个，占80.2%，高出规定比例10.2个百分点。在本次评选中，企业负责人和县处级领导干部人数进一步下降，机关和事业单位县处级领导干部比去年进一步减少。昨天是世界读书日，全国多地推出多种活动，在读书日期间让人们尽情品味书香。世界读书日期间，以壮丽70年诵读新时代为主题的第9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启动，丰台区计划向市民发放50万张免费阅读卡，朝阳区集中展示展销近50万种优秀出版物，并新设换书大集，让人们尽情品味书香。四月芳菲醉，正是读书时。诗画田园阅读西充全民阅读活动在四川西充举行，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惠民书展等系列主题活动。湖北荆州也组织了一场读书分享会，以沙龙的形式让人们分享读书心得体会。据了解，这类活动在荆州已经连续开展了3年时间。昨天，吉林省各地也开展丰富多彩的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东北师范大学围绕纸墨精华、从壁琳琅主题，组织开展了朗诵、馆藏珍贵古籍展等多种活动。同时，东北师大图书馆还与网商开展战略合作，首度推出了读者下单、学校买单的个性化服务方式，实现了阅读资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师生接到这个书籍之后呢，阅后可以还回图书馆，进入新的流通领域。这样的做法呢，可以彻底的保证每个读者呢都有自己喜欢的书。通化、柳河等地开展了换书大集、图书置换活动，市民将家中闲置的图书与当地图书馆的图书进行交换流转，实现书籍资源的共享。我用一本旧书换了一本新书，既把我看过的书分享给了别人，还从新书里获得了很多知识，我非常开心。
辽源、辉南、通化县抚松等地的流动图书车开进各偏远中小学，为那里的孩子赠送课外辅导书籍，让孩子们在读书中丰富知识，开阔视野。松原、白城等地开展经典诵读大赛活动，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让阅读走进人们生活。放下手机，多多看书，充实自己，然后呢，把这种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呀，让它代代的发扬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子孙们。来看两条新闻现场。最近在安徽安庆一个小区的居民屋突然失火，而更严重的是这着火的房屋里面留有大量的液化气罐，现场的状况非常危急。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发现着火点位于该小区一栋居民楼的一层，情况紧急，消防员立即破门而入。此时屋内大量浓烟向外涌出，消防员使用水枪压制浓烟，观察屋内情况。消防员发现房屋内满地都是液化气罐，其中一个还在冒火。为了防止火势蔓延引发爆炸，消防员立即将冒火的液化气罐拎至室外处置，其余救援人员依次将屋内的液化气罐转移至室外安全地带。几分钟后火被扑灭。经过清点，现场总共有41个液化气罐。经过消防员调查，这次失火是房屋主人在做饭时不小心造成的。由于他家住一楼，平常更换液化气罐比较方便，附近居民都来到这里寄存更换，所以液化气罐越积越多。目前这41个液化气罐已经被安全转运。消防人员建议，液化气罐不要大量存放在居民屋内，居民更换液化气罐应当联系专业人员，或者到辖区液化气站更换。前两天啊，在山东济南平阴县中医医院的急诊科，一名女护士抱着一个受伤的小女孩，女孩在不停地哭闹，护士一边耐心地安抚，一边把冰袋放进了自己的怀里，来给孩子受伤肿胀的脸做冰敷。这位护士叫席小杰，怀中受伤的女童今年4岁，刚刚与父亲遭遇了一场车祸，车祸中她的父亲用身体护住了她，自己却受伤，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进行急救，而女童身体有擦伤，哭闹不止。席小杰见状，二话没说，抱起孩子就走进了病房。看到孩子就满身是血，当时在那里哭，就觉得啊好心疼，就抱着她。为了尽快缓解女童的疼痛，席小杰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与同事准备给孩子用冰袋冷敷消肿，但是没想到孩子十分抵触。我用纱布垫给她包着上那放，她很恐惧，一直推不配合。情急之下，席小杰要求同事将冰袋塞进了自己的护士服里，又将孩子的脸贴在自己的胸前。看不到冰袋，孩子消除了恐惧，冰凉的冰袋缓解了孩子面部的红肿。就这样，席小杰一直坚持了1个多小时，直到孩子的妈妈赶到医院，才将怀中的冰袋拿开。前几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森林公安和村民共同救助了一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马鹿。4月16号晚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牧民池雷明回家时，在自家的草场内发现了一只被铁丝网缠住的鹿。他判断这只鹿可能是周边保护区内的野生马鹿，立即联系了当地森林公安局泰本派出所。派出所民警赶到后，与池雷明一起将马鹿解救了出来。经过初步查看，民警发现马鹿伤情较重，决定将马鹿带回所里进行救治。在泰本派出所内，记者见到了这只受伤的马鹿，它体长约1.5米，高约1.2米，体重100公斤，是一只4岁多的成年雄鹿。受伤的部位分别在颈下、右前腿、右侧腹部。经过救治，目前马鹿的伤情已经稳定。据民警推断，这只马鹿生活在保护区内，因为出来寻找水源，不慎被铁丝网缠住。我们打算再养一段时间，确定完全没有问题之后再放回保护区。前不久，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的警民携手成功救助了2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成易危物种的豹猫幼崽。这2只豹猫憨态可掬，看样子也就刚出生不久，除了喂奶，当民警将肉类凑近时，它们也会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我和森林发布专业队员在县上福林市在某林高速路在路边发现两只小野猫，并带回到乡领护中心进行喂养。据介绍，当时林业人员在四周进行仔细查看，并未发现其生活的巢穴和猫妈妈的踪影。鉴于小野猫年幼又无生存能力，如果遗留在野外存活率极低，林业人员便将其带回并送到了墨江县自然资源公安局。经过检查鉴定，这两只小野猫为野生动物豹猫，豹猫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两只豹猫幼崽生命体征良好，没有受伤，目前已被送往普洱市野生动物临时收容救助站，待其长大后再返归自然。白头鹤黑衣裳，翩翩起舞恋故乡，春天来秋后去，一颗心儿在北方。这首歌谣里说的白头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它是湿地的旗舰物种，目前世界上还不足一万只。近日从九台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传来消息，从三月中下旬开始陆续有白头鹤飞临湿地，目前已有2000多只迁徙中的白头鹤来到这里停歇，种群数量规模之大在我省尚属首次。据九台湿地办的同志介绍，白头鹤在迁徙过程中来这里停歇，这几年已成为惯例。每年3月20日左右就有白头鹤陆续飞来，停歇几日后再继续北飞，直到4月中旬。最早就是在2015年发现的，2015年春天大约在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一共300多只，我特意上网查的，刚开始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鸟，后来一查，当时全世界怎么注意到它的呢？它面积很大啊，而且它有明显特点，它脑袋是白的，颈是白的，然后身子是黑的。它那个鸟，它体型也特别大，因为之前我见过最大体型的鸟是苍鹭，就是俗说的白头老鹰。然后我就那么查了一下，才了解到的。当时全世界才2500多只。白头鹤大多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俄罗斯等国家，繁殖于西伯利亚北部及中国东北。在日本南部及中国东部越冬，白头鹤头颈是白色，身体是灰黑色，所以又有修女鹤的雅称。一旦组成家庭，白头鹤夫妻关系十分稳定，几乎终年形影不离，相互关爱，被誉为爱情鸟。白头鹤比较喜欢栖息于河流湖泊的岸边泥滩、沼泽和芦苇沼泽及湿草地中，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大约5平方公里才能容纳一对白头鹤及其宝宝生活。同时，它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也很高，除了食物丰富、环境优雅外，还要保证非常安静。白头鹤的大量来临，也是对我省湿地保护工作的肯定。除了这些年一直在扩大湿地建设以外，去年长春市政府下发那个一号文，要求水源地封闭，然后石头孔水源地面积一共是138.7平方公里，去年就是已经全部通过围网建设，已经都封闭完成了。现在就是禁止一切与水源保护无关的人和车辆进入，这样就是减少了人为对自然环境的干扰。以前就是没有湿地管护的时候，有人员进里头干预，所以说鸟不到这个栖息。现在就是通过人员管护，没有人员进里头干预了，鸟就到这栖息。据介绍，为了保护湿地生物，管护人员对湿地鸟类提供救护，会定期收割芦苇，以免其腐烂影响水质。严禁上游农田使用农药，调控积水量，及时排出洪涝。为期10天的2019上海国际车展接近尾声，本届车展除了新能源技术备受关注之外，智能化也是各参展商要展示的亮点。本届车展的新能源产品数量达到历届展会最高水平，仅新车数量就达到100余款，占新车发布总数的近40%。较高的续航里程、外观别致、车内大屏幕正成为新造车企业追逐的方向。与此同时，在新能源产品上赋予智能化也成为他们展示的共性。我们相信呢，就是汽车的智能化和电动化这两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不少新造车展商表示，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技术及 5G 通信技术的不断成熟，汽车内移动数据实时在线将不断得到普及，同时各种新科技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未来汽车将变得更加聪明。这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而是一个可以有自己判断力，可以跟车主去沟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伙伴。这家新造车企业告诉记者，明年北斗导航卫星将提供覆盖全球的服务，它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提供精准位置服务和视频信息服务。我们将从这个大数据、北斗云和云计算方面，将来要为这个汽车全面智能化提供全面的人工智能服务。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最近几天，全国的天气基本上是南方降雨，北方降温，呼伦贝尔将会出现大风扬沙天气。南方需要警惕的是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其中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或冰雹。气温方面，北方冷热变化比南方大，尤其是内蒙古中部一带气温变化最大，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一带的降幅有10到20度，华北地区也会有明显的降雨，预计京津冀等地的降雨量将会普遍达到中雨以上。最近呢，气温变化比较大，也提醒您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22号早上，235国道福建尤溪环城路段发生山体滑坡，道路通行受到影响。当地公路部门接到险情后，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修。记者在现场看到，泥土石块滚落到了公路上，树木也被连根带起，土石堆积在路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接到险情后，当地公路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抢修。由于仍在下雨，公路部门工作人员先清理出半幅路面，让过往车辆缓慢通行。在解报后，我们已通知搬站养护人员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单边抢通。下一步，我们启动应急预案，联系铲车，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全面抢通。据介绍，此次溜方量达到2400立方米。同样是受到暴雨的影响，近日陕西汉中黑河镇一条小河河水暴涨，有多名工人被困河道，当地消防人员接到求助后迅速前往现场展开救援。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看到现场水深约2米，水流湍急，消防人员用救生船绑上绳子让被困人员拉过去，同时由一名水性较好的消防人员坐在船上给被困人员做好防护。被困人员穿好救生衣坐在船上以后，岸边救援人员再用绳子将船拉至岸边，把那个扣子绑上，把那个扣子绑上，把那个绳子绑上。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的5名施工人员全部被救上岸，由于救援及时，没有人员受伤。来看省内总体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长春阵雨转多云，最高温14度，最低温4度。另外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北风，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气温骤降，提醒您要及时增添衣物。海量资讯精心梳理，热点新闻理性分析，重大事件深度解读，实用信息贴心送达。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继续来看新闻。说起垃圾分类处理，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在新闻报道中了解一些。可以说这项举措不仅能够让垃圾转运处理环节更加高效，更重要的是能有效的促进可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儿。近日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出台，并将于5月1号起施行，也就是说再过几天，长春市民在生活垃圾处理上将会迎来新的变化。原来一个垃圾袋一扔了之的状况将发生改变，那么眼下长春市关于垃圾分类处理的准备情况如何呢？条例实施以后具体会有哪些变化？市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一起跟随我们的记者去了解一下。记者从长春市城市管理局环卫处了解到，虽然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5月1日起就开始实施，但由于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需要逐步完善，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小区将分批次进行。
作为首批试点小区，长春市南关区明珠街道新城社区的景观公寓小区将从5月1日开始实行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目前该小区垃圾分类处理的配套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在小区内，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安装好的分类垃圾箱大部分都有两个投放窗口，分别是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而在小区的垃圾分类服务中心前还有一个分类垃圾箱，分为六个投放窗口。居民如果正确分类垃圾还可以兑换积分。这个肯定原来比我们老式的垃圾桶要美观一些，然后对于这个垃圾分类居民的反应还都挺好的，主要是这些垃圾有了更好的分理方法，然后会更方便，更有利于居民的生活。这个是它一些积分兑换小商品的陈列架。我们这个运行后呢，会对所有的居民呢进行这个绿色账户的这个注册。回头在那个分类的投放的过程当中，你正确分类了，就要有相应的积分。通过你积攒的积分，往我们这个可以兑换一些日常生活的这些小商品。除了硬件设施外，关于垃圾分类处理的宣传推广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在同样是首批试点小区的长春市鹿园区众诚家园，社区和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就举行了一场这样的宣传活动。我们今天这次活动的主题就是垃圾分类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今天我们在活动的当天会把相关的条例发给大家，希望大家回去以后仔细阅读啊。因为以前那个简易的垃圾桶啊，可能什么呢，就是这个飘的这个白色垃圾可能比较多一些，也不是密封的嘛。就是垃圾分类的将来以后呢，首先小区呢环境好了，它首先环境好了，老百姓住着舒适了啊。田中是众诚家园小区的居民，随着小区宣传推广工作逐步深入，他对实行垃圾分类处理也了解了很多，对以后自家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做了准备。就把这个垃圾分成两类啊，一个是可再生原地那个垃圾的垃圾，像纸、像纸了，说这个就塑料了，说包括就是说这个家里头就是这垃圾的可以再用的了，就是把它装一袋，就是生活的垃圾呢，你像那个就是剩汤啊、剩饭呐、啊、这些东西再装一袋，就是吃成两袋装呗。其实啊，早在几年前，长春市就曾经做过垃圾分类处理的探索和尝试。只不过那个时候虽说也有一些积分礼品兑换的激励，但是居民们进行垃圾分类处理更多的是靠自觉。而随着相关条例出台实施后，现在就不仅仅是自觉的问题了。在已经实施垃圾分类处理的小区，随意乱丢垃圾就可能面临罚款了。对于那些就是拒绝分类不分类的这样的单位个人，我们要有这个强制措施，这教育引导，这是我们是放在前面。但是就是你拒不分类怎么办，这条例中也明文规定，就是对于个人处以100元，对单位处以1000元的罚款。那么居民家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到底该怎样进行分类呢？来听听主管部门的建议。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步实施垃圾分类以后啊，我们这个运行模式呢是居民定时定点投放，这样就是要求我们居民呢在这个家中呢把这个垃圾呢按这个四分类就要准确的分开。我们长春市呢是实行的四分类，就是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这四种。这块怎么去记呢？我就是说用12个字，三句话12个字就把它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能卖则卖，有害单放，干湿分开。也有居民会有疑问，如果自己家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了，但是环卫部门依然按照以前的统一回收、统一运转模式进行的话，已经分好类的垃圾会不会又混在一起了呢？自己的分类是不是就失去意义了呢？关于这点，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据了解，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分为四个环节，即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长春市目前已经建成了几个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转运站，通过分类处理达到资源的再利用。这个就是分类处理，是干湿两条这个生产线，这个是湿垃圾的生产处理线，就是这个是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这个一个破袋，就是居民生活垃圾到这儿，这个设备是把袋自动破开，然后流入到这个人工分选的环节，把这个设备不能分选的这个包括织物和这个塑料瓶、玻璃瓶分选出去，然后剩下的这个东西呢流入到下一个环节筛分。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RDF 和这个餐厨垃圾进行分选。 RDF 就是不可再生利用的垃圾，厨余垃圾就是咱们居民那个厨房所谓的剩菜剩饭和一些这个蔬菜一腐的一些东西，统称为这个厨余垃圾。然后这个通过咱们生物降解转化成这个生物有机的营养土，它可以这个改良这个土壤。目前国内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有46个，长春市位列其中。按照计划，截至2020年，长春市所有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100%，大型企业覆盖率力争达到95%以上，封闭式物业管理小区覆盖率力争达到60%以上，实现长春市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合计达到35%以上。长春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目前做到了有法可依，这对市民培养生活垃圾分类习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会相应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据了解，在长春市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之后，我省陆续在地级市全面铺开。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斯里兰卡连环爆炸袭击的后续报道。斯里兰卡警方昨天宣布，爆炸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10人。斯里兰卡卫生部长塞纳拉特纳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斯里兰卡本土极端组织 NTJ 与此次爆炸袭击有关。塞纳拉特纳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个名为全国认主学大会的斯里兰卡本土极端组织与此次爆炸袭击有关，并怀疑这次连环爆炸有外国恐怖势力的参与。去年，这个斯里兰卡本土极端组织毁坏多座佛教雕像受到关注。塞纳拉特纳还表示，斯里兰卡相关机构最早在本月初就收到外国情报机构的警告，显示这个极端组织计划发动自杀式袭击，但相关情报并未上报给总理维克勒马辛哈，但斯里兰卡政府仍负有责任，并向遇难者和伤者作出道歉。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一批嫌疑人，同时警方在各地搜索排爆工作加紧进行。此外，斯里兰卡总统媒体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说，斯里兰卡从当地时间23号0时起进入有条件的全国紧急状态。声明没有提到此次全国紧急状态将于何时结束。为悼念连环爆炸遇难者，4月23号为斯里兰卡全国哀悼日。斯里兰卡21号接连发生8起爆炸，爆炸地点包括首都科伦坡等地的4家酒店、3处教堂和1处住宅区，造成严重人员伤亡。22号，斯里兰卡警方在首都科伦坡的圣安东尼教堂附近成功引爆了可疑车辆内的爆炸物，避免了人员伤亡。大概在下午4点钟左右呢，我们在几公里外的地方是听到了一声闷响。我们根据相关的线索来到现场之后，发现呢，当地的警方宣称呢，这次的爆炸呢是在他们发现了可疑车辆上的爆炸物之后呢进行的控制下的这个有计划的引爆的行动。当天，警方接到举报称，一辆可疑车辆一直停放在21号曾经遭受炸弹袭击的圣安东尼教堂附近。警方随即在车内发现3枚炸弹，并将其有计划引爆，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当天，警方还在科伦坡一个主要公共汽车站发现了87枚炸弹装置。警方说，目前已经逮捕24名爆炸案嫌疑人。Around 4 o'clock, blast sound heard, a big blast sound. We also scared very much, and after that, I hope maybe what going to happen another days also.Everyone scared very much.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要求安全部队采取充分行动，加强教堂和所有其他需要额外防范的地点的安全。此外，在21号遭到炸弹袭击的科伦坡三家五星级酒店中，香格里拉酒店受损较为严重，目前已全部清空并停止营业，而另外两家酒店则只有小部分封闭，大部分空间仍在照常营业。根据斯里兰卡媒体的报道，21号发生的多地连环爆炸袭击中，有至少37人外国人遇难。除了一名中国公民外，外国遇难者还包括8名英国公民、7名印度公民、4名美国公民，以及来自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澳大利亚、丹麦和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公民。一些在斯里兰卡的外国游客也正在陆续离开斯里兰卡回国。美国等方面发布警告称，恐怖分子可能继续在斯里兰卡旅游景点、交通枢纽、购物中心以及机场等公共区域发动袭击，提醒在斯里兰卡的本国公民注意安全。受爆炸袭击的影响，一些在斯里兰卡的外国游客选择离开。It was actually our last day, so you know, like if it was the start of the holiday, then definitely, like we probably would have looked to go somewhere else for sure. Definitely, yeah, it makes you think twice of where you're going to go on holiday, unfortunately. It's happening all the time, but you just have to kind of adapt to the situation and do what you think is best for yourself. 对于斯里兰卡发生的连环爆炸袭击，联合国安理会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继续发声，予以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22号发表声明说，这些袭击是令人发指和懦弱的行为。安理会成员向遇难者家属和斯里兰卡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祝愿伤者尽快和完全康复。安理会强调，必须严厉追究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组织者、资助者和赞助者的责任，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安理会敦促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在这一问题上与斯里兰卡政府及所有其他有关当局积极进行合作。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斯里兰卡发生的袭击事件，呼吁尽快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The Secretary General expressed his deep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Sri Lanka and wishes a speedy recovery to those injured.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d the support and solidarity of the UN with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Sri Lanka in this difficult moment for their country. 来看有关波音客机的消息。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披露，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家主要生产波音787梦想客机的工厂存在监管不力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此消息一出，就遭到了波音公司的否认。报道称，波音787梦想客机2007年推出，机身使用碳纤维制造，有助节省燃油，因此吸引大量订单。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是生产787的波音工厂之一。《纽约时报》对该工厂长达数百页的内部邮件、文件等进行仔细阅读，并对10多名工厂的现任或前任员工进行采访后发现，比起产品质量，工厂更加重视生产速度。员工曾在飞机成品内发现螺母、密封剂容器以及悬挂在配线上的尖锐金属残片等。有员工声称，曾在机尾的水平尾翼附近发现碎片，甚至一把梯子。如果试飞的时候没有及时清理，很可能会卡住齿轮或割断电线，从而酿成灾难。不过，报道同时指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家工厂存在的问题造成了重大安全事故。《纽约时报》的消息爆出后，波音公司在同一天反驳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歪曲事实。波音公司787项目总经理扎贝克表达了对南卡罗来纳州工厂的信心。他说，该工厂建造787的质量标准代表着波音历史最高水平。此外，扎贝克还称，纽约时报方面拒绝了他们关于参观访问波音工厂的邀请。22号，日本检察机关对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戈恩追加第4项指控，严重背信，理由是他涉嫌给一家中东经销商滥发奖金，借此中饱私囊，令日产损失大约500万美元。东京地方法院当天证实，检方已经提交了新的起诉书，戈恩律师团也已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保释申请。
戈恩的辩护方指责检方是在进行人质司法，所谓人质司法就是不断提出新的罪名，对嫌疑人进行长期关押。按照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涉嫌一桩罪状就可以逮捕一次拘留一次，而长时间的拘留通常会让被关押者身心疲惫。まず個人 の, あの犯罪の有無ですけども、これに関してはあの当初はあの金融商品取引法違反というややあの表面的なあの罪罪状だったんですが、今はもう少し違うですね、あの、まあ、業務上横領に近いようなですね形ですね、あのが問われている形ですので、ただ実際にやっていることはあの今表に出てきている情報だけから言うと、まあ、横領に近いあの会社のお金をポケットに入れているというお話です。自从戈恩从去年11月被捕以来，日产的总市值缩水3000亿日元，约合180亿元人民币，直接触动了55万股东的利益，同时也反映出外界对后戈恩时代的疑虑。在4月上旬日产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上，戈恩被解除了董事长职务，但是日产内部人士透露，当时在现场的股东态度非常严厉，要求的是追究当前管理层的责任。有股东认为戈恩如果有违法行为是无法原谅的，但是如果因此模糊了包括社长西川广人在内的管理层的责任的话，就意味着旧的体制无法打破，而新的改革和事业运行无法顺利推进。あのこういう、まあ、犯罪ですねを、あるいは犯罪になることかも分かりませんけどね、あのこういう不適切なあの行為を生んだ背景にですね、やはりあのそれ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あの取締役会というもの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あのここのガバナンスがどうだったのかと、で今後どうあるべきかというのは、これはまたあの真剣にですね、あの日本全体として考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問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今年1月11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再度发生白人警察开枪射杀黑人青年的事件。当时黑人青年已经向警方说明自己拿的是玩具枪，但仍然遭到了枪击，因此这一事件受到了关注。日前，当地一名检察官公布了事发时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画面。Show me your hands! Show me your hands!He's running northbound. Show me your hands! Right now, I got a gun! Put the hands up! Hands! Hands! Put the gun down! Gun! That's a BB gun! Put it, throw it down! That's a BB gun! That's a...据报道，事发时当地一个加油站职员报警称，兰德里用枪威胁自己，之后就发生了视频记录下的经过。事后证实，兰德里手中拿的确实是一把仿真玩具枪。涉事警察兰德拉姆则说，当时兰德里用手中的枪指着他，因此他决定开枪。而兰德里家人的律师在视频公布后表示，这是一段谋杀视频，并要求美国司法部对事件进行详细调查。此前法院陪审团曾驳回对涉事警察的指控，但在这一视频公布后，有法官表示可能将再次起诉该警察。海量资讯精心梳理，热点新闻理性分析，重大事件深度解读，实用信息贴心送达。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再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阵雨转多云，14到4度。白城晴，15到7度。松原晴，14到4度。四平多云转晴，15到2度。辽源多云，15到1度。吉林多云，14到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4到4度。白山小雨，14到1度。延吉多云，15到3度。长白山小雨，12到1度。长春阵雨转多云，14到4度。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领取吉林省全阅读活动精美图书等奖品，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